因为第一届我也在，其实今天的感受就是说，现场人更多了，然后环境更好了，然后最大的感受就是，我觉得这可能是电竞中非常有意义的一天，它本身是一个青年的语言，那我们用青年的语言跟两岸去港澳的这个青年去沟通，这件事情的意义其实比电竞本身、比赛事本身的意义更大。所以其实每次我过来的时候，其实也很激动嘛，但是也很荣幸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看到了一种希望，希望这个台湾同胞能更多的来深圳走一走、看一看。